有没有有就不像哈？等一下，摆定点 pose， 快点，帅帅大先摆一下定点 pose，要拍第一张。那拍第一张。等一下，快点，第一张。第一张是啦，又忘了。啊，那个瞬间我没有抓到。就跟你讲说要录影模式了，你是听不懂。我要录影。等一下，慢动作分析。好。有拍到吧？有，我抓到那个瞬间了。嗯。人潮出来了，哇！人潮出来了，呆住了，呆住了。这我突然流汗了，大大。加大版的，加大版的。哇！哦，加大的。其实因为我嘴巴不够大，所以会飞出来两片的。好，那个卫生纸预备。我先预备，要先。哦、天啊，太强了 ！Oh my god！ 啊，大人都暖了，对不对？好强哦！真的吗？对啊，接班人，这是相扑界那种胶棒吗？这个是什么鬼啊？摩托呢？哦，因为它里面没有空气遮掩，所以舌头要先进去下面，让空气进去。嗯。然后呢，就让这样都能上吸，然后把它吸出来，然后现在嘴巴要刚好趁机张开，然后就整个吞下去了。为什么是刷花的？大家要看这种奇怪的表演？这是压轴哎，我们最后留下来的才看得到。请小心，这是到底怎么吞啊？一口用吸进去，嘴巴张开，要吸的，然后嘴巴刚好张开了，就前面一起进去了。整个要办，你吃不下去没关系，就不要那么失败没关系，失败你是第一次挑战，失败没关系，这样子 OK， 这样子 OK。换第两声，你回家慢练。我想上治安耗材写乖乖了，这次写应该还可以省得动作。写固定的，就写那个资讯安全研讨会耗材。耗材？放心啊。这是一颗嘛，对不对？慢慢练可以练到两打。两打是什么鬼啊？两打布丁啊！哎、欸，等等回去看 Brown 就一堆影片打出来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做这种事情？啊，难得一次。那是 demo 嘛。好，那个现在的感想是透心凉，从这边凉到这边，对啊，真的有这种感觉。舒服吗？就松快、啊。下次办在那个明年啊，大家要来哦，才能看两打哦，不好意思，那个不来就看不到。等一下，我已经录了，我录了，你要两打，这边有证据哦，我有证据哦。哎，刚刚只是开玩笑而已啊，这那个哎，后面那段我会剪接掉。那个请帮我消音，这一段要一 gigahertz 的声音。那个表示是要再说一次。就明年来参加聚会啊，我会吞两颗。两颗没有诚意好不好？单位不一样哎。两箱，两台，两货柜，两手。两盒代表是那个两箱，那么堆高机这样子。天天相报何时了啊？两站版吗？哦，那太累了。三子，你觉得你不会有落在下下手上的一天吗？现在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练习，这边好了。何必这边布丁我还没买完呢、啊。刚刚我们该去做捷运了。这边好了，突然觉得好热哦，天哪，怎么还一直流呢？哎呀。